我跟你们讲，男人哦，就是一种很直接也很迟钝的生物啊。你们女生在想什么，你们男生通通都不知道。就好像我之前根本就不知道，原来罗莎她根本就不喜欢我一样。人废话不废，说的很有道理。反正呢，我们现在就是要充分的让执行长了解，明明白白、完完全全的知道安安对他的喜欢。可是我应该要怎么做啊？根据我的经验呢？等等，你有经验？根据我的想象呢，谈恋爱就跟跑步、游泳一样，他对你怎么样，你就对他怎么样，这样是最安全的。啊，执行长对我做了什么？撩你啊。那我撩他。哦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哎，无论如何，气势不可以输。你还没有先出手之前，不可以先撤退。没理由。执行长，干嘛？我刚刚泡了咖啡，你今天喝过了吗？还没。太好了，那你喝我这杯吧。好。可能有点烫，要小心哦。好的，哎，我的杯垫呢？这家公司也太穷了吧，什么杯垫都没有。执行长，谢谢。谢你的咖啡，谢谢。你干嘛？我好像有点发烧，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？我眼睛吧。那用量的。我体温比一般人高，我量不准。那你们，玛丽、家宝，你们谁有空带亮亮去看医生？他身体不舒服。有人吗？小咪。我们浪直播年度的压轴活动。执行长真的要取这个名字吗？他是不是动漫看太多了？还没。我仔细研究过了，执行长对你做的事情呢，分为五大类：鼓励、帮助、保护、陪伴、戏弄。鼓励，加油！我觉得执行长说的很棒，超棒。我什么都还没说哎。啊，好，那我开始了。你为什么没带钥匙？我快被你饿。在干嘛？李安安，执行长。你怎么会来？已经是晚餐时间了，执行长饿了吗？执行长，我可以用你家厨房吗？不可以。可以。与执行长同行之厨房诱惑，重点就是利用身边所有看得到的素材跟执行长进行接触。
执行长，我帮你穿围裙。好。谢谢。头上都没用哎。你做了什么？我看到围裙，然后就帮执行长穿。哦，你这个笨蛋，你帮他干嘛？你帮他，他只会躲。你叫他帮你啊。啊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帮你擦。警长，罗莎说的没错，果然要请对方帮忙。好了，谢谢。哎，执行长。你的围裙可以给我吗？好。好。谢谢，执行长，你可不可以帮我把头发用到耳朵后面，有点痒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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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执行长。还有这边，啊啊啊啊！哦，我手好痛，突然好痛。你先洗塞，我看一下我怎么了。